来去打卡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跑远洋打卡了。跑哪呀？远洋。跑远洋打卡。我拦过没有？在我这打你一架。不打不行，一。远洋姐，打卡。好猛啊！再大个事，他老杨这边都吸毒了。啊，他要下来都要弄这顶着。顶你不可以，拼你不可以。那不能训斥大家。打吧，你这都打有点早啊！先把局抬起来再打，你打得跟着你了，或者跟到这，你都不好受，对不对？这起脚走了，把石打石通不好受，不好受。打了他都那个了，没有那个没放火，这都确实能放火。打的时候局分一样，不对，局分一都抽回来。抽不了，跑外一刮，怕骂死了。那是可以跟你拼的，你先存一股跑，存到这。存着不给他打了？打了你这个狗，我们屁股进去了。猜呢？那都叫他认识了。不是，我不跟咱也出去了。吓得死！吓死！但是他不敢打。吓死！吓死还不如那个。吓死！外边搞一部剧的，搞一部剧的表情，他跟人呢，是吧？是啊，也不敢打球。这起床傻了，你看这气。本来走的好好的，鸡蛋就一走一走。吓死！吓死！
放那，放那老家的被子。是的，这上面最有责任的。要骂死了！别亏了，骂也死了。骂死了？那你骂不死？骂一次不热了？骂死了，骂死了也得关掉一个。这个不能。前面你这大老罐。吃中明。吃中明的。啊，那中明跑不掉了。是一个是二一个吧。大爷不是把那边名给烧了吗？你想骂的我，他骂也当不住。先把中名给他下了再说，他吃了再说，吃不吃你知道吗？这个抱着一个零的优势。想还保不住了，你这个先把饼给他杀了，你这饼都保不住了，也挺强你，时间不中了，这不想拼，那他都保一饼都行，不用那个饼，一个饼都够了，你总得捏着供啊，你得先供一局再说，远一步，往前进一步。那不中啊！进一步光拍兵都行了。接着关键他这个能。这还有个兵，俩兵呢。我兵都够了。这个进不中了，热了。来，再弄一份。啥这个？布局都是个啥布局？你那布局，你那鸡蛋。